王上说近日城中事多，请大师保重自身。今日瑶光天泉两国攻打我开阳，王上甚是忧心，恐我开阳秘宝落入那慕容离手中，故派我向大师讨要此物，放于开阳王宫之中，如此便可安心些。什么秘宝？克制飞隼之术的秘宝。那他可还说过其他什么？王上说等此番击退瑶光天泉两国，定会请大师去宫中小聚，再向大师讨教其意。好，跟我来。把门关上。收着。还有一事。何事？关于剑的事。王上得了新的剑，便让我拿来给大师看看。这是瑶光国主的剑。王上用假剑换此真剑，便马上让我拿来给大师看看。既如此，离打开那个地方又近了一步，只是不知道那扇门后面究竟何物。近日城中不太平，还望大师注意自身安危。我懂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大师要是死了，损失更大的怕是开阳吧。